爸爸是康磊嘛？对，康磊和张红，两位都是歌唱比赛出来，对，所以非常棒。那这不可能吧？嗯，那个老虎不可能生出猫嘛？对呀，因为这个是 NBA 的关系嘛 ，DNA，DNA 非常好。就是后面才开始就是喜欢音乐，喜欢音乐。然后今天带来一个新，就是有带来新作品宣传一下。哎，你有练呢，很壮呢，就有在健身。背肌呢？对，然后就是我自己在五月底，然后发行的全创作的一首单曲，就是要不断的尝试它的可能性，对对对，然后去找寻需要的东西。这一张真的要好好拼一下，这个很棒的啊！我们希望建轩能有好成绩，加油！今天要跟你一起联手演出的是谁？哎，他很厉害，他在18岁的时候参加亚洲刀工艺术大赛，获得冠军。Sorry， 刀工，对刀工，刀工，而且他有刀王之王的称号，亚洲刀王。对，这个歌唱表演。然后能够跟这个刀工可以match 吗？我一开始我很担心，我想说是不是这个什么那个刀会在我头上就是绕一圈，像刚刚小胖那样。哦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刚好选了一个，就是刚好是抒情歌，就不是 rap， 就比较近的歌曲，慢慢的砍，说砍就砍，慢慢的。如果你一边唱歌，然后找人来刀聊，哎呦，很不错哎，然后还可以唱得好，而且在头上，我应该会边唱边抖吧？可怕，再抖就来了呢。来，我们带来这一首《说散》。说散就散，哎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有解释都已经来不及，算了吧，不复去过什么没关系。好可怕，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他疯狂。抱一抱，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，好不好？有什么亏欠都别追究，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，终于得救，我不想再献丑，没办法，不好吗？大家都不留下，一直勉强相处，总会累垮，说不想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，别后悔，就算错过，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，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将一切都体谅，将一切都原谅，我尝试找答案，答案很简单，简单的很遗憾，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，因为成长我们
谢谢。过来，跟这个大师叫什么大名？宇强啊，宇强，来，往这边才不会挡到你的画面。宇强真的很强哎，真的要很厉害。刚刚一个端出来，对，然后嘉玲老师这次又让你失望了，你太慢出来了，对，而且一出来是一个宇强，这个都是你用这个蔬果类这样雕出来的，对，蔬果，全部都是蔬果雕刻的，这还好厉害啊，好可爱，而且这个好厉害，这个皮刚好这个却变成是他的外套，对啊，然后那是西瓜皮，这会让我们想到破，你知道吗？哪一个？破这个在捷运上面有没有？对，黄色。对对，拼点击率啦，是啊是啊。哎，刚这个说散，谁的歌？刚刚是 JCJ 嘛，所以是 JC， 对 JC 的歌。对，今天都跟 J 有关。对，跟都跟 J 有关。非常好听。你几岁开始切这种东西啊？啊？我高中开始，对对对，念高中的时候就请教我爸爸，餐饮啊，爸爸受爸爸的影响，对对，爸爸也是，吴秉承吴师傅，就我爸爸，对，老爸觉得特别看重。你这刀工硬是要得，我们现场要不要加码？秀一下可以吗？因为他还有刚刚因为时间的一个角度，我们现在不给你时间压力，好，好吧，你来一个，对，两个小时，带来那个绣球豆腐。绣球豆，绣手，绣球，绣球，绣球豆，来，从盒子切啊，对，直接这样子，哎呦，哇哦，然后等一下就可以直接滑出来，这刀好利哦，哦，直接滑出来啊，一不小心就滑出来，哇，这个也是哎，然后我们要先取掉上面，取四分之一，好，四分之一。哦 ，OK， 上面不要，对，上面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还有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厉害，你还有空，你还有空开玩笑，好，然后再上面要左右摇晃，那个宇强今天比较紧张一点，因为这个爸爸在看，不，重点不是我们，而是要在爸爸面前，对，爸爸面前耍大刀，对，好，开始，哎呦，哇，哎。我觉得拿捏超疗愈的，那个力道要拿捏的刚刚好，每一刀都不能断哦。对对对，还不能切到底呢，还不能切到手。真的假的？这是嫩豆腐，对嫩豆腐很难切，对，所以那个力量，它必须要一气呵成，对对对，不能停，对。好，哦哟，然后要记得补水，补水，哎，要保湿，保湿哦，很重要。好，水动起来，再来呢？另外一个切面，哇，哎，但是要练这个要练多久啊？对呀，哦，花了快100盒啊，100盒都练了100盒啊，对，哇，一定超过的，嗯，每天都豆腐汤啊，豆腐对，因为就有食材剩下的，不要浪费。还有曾经切到手，所以你看中国的菜啊，这讲求的是色香味，对，要俱全，都要，对不对？东酸西辣，南甜北咸，是吧？那各路的一个菜色。那在江浙菜来讲啊，有强调是所谓的本帮菜，上海菜为有名。全中国厨师最多的地方，你们知道是哪里吗？湖南长沙？不是，是顺德。顺德的大厨啊，遍布全世界各地。对啊，哦哟，开花了，我溜，我溜，我溜。这个手，手势很重要，就只要中间那一朵。哦，哦，哇，主要是中间，哎呦，哎呦，漂亮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可爱，有没有看到？阿哥有没有？哦，感觉里面很掌声鼓励一下，哎呦，高手。宇强，宇宙最强，是，好不好？爸爸给你的期许。不过我们真的要感谢我们这个大热门的制作单位，太有心了，能够把一个你看这么安静的一个内容，然后跟一个歌声来做一个搭配，这个制作单位太棒了。今年金钟奖若不是你们的话，就怪怪的。真的，说得就得了，说得就得了，可以了。你看，不要在那边，我都说是你们，我没有说我们了，好吧？对呀，制作单位，对，好，加油。来，评审老师，哎，小文老师，你现在讲一下。哎，我觉得应该是那个豆腐的那个天女散花哦，来配这个歌《说散就散》。哎，对哦，他歌他不是每一句中间会有一些空间吗？是。然后那个刀子啊，来一些那个节奏感敲打。对，我
觉得蛮好的、啊。是是，乱打秀，乱打秀了也不错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评审老师还有观众朋友能不能青睐。三二一，举牌来。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四三，哎呦，哎呀，两三四五六七，恭喜也是过关了。也很棒啊。